15日，广州，范冰冰现身某品牌商演。范冰冰身着束腰军装裙，优雅干练，甜笑迷人展，完美侧颜。范冰冰性格豪爽，乐观开朗，被戏称为范爷，但其实她生活里搜集洋娃娃，热爱粉红色，去影院只看动画片。她有很敏锐的观察力，可以体验到别人的环境的需求，这是她与生俱来的天赋。同时她也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，关注留守儿童，资助残疾少年，让他们也有学上，有衣服穿。范冰冰1981年9月16日出生于山东青岛，中国籍影视女演员、歌手，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，谢晋影视艺术学院。1996年参演首部电视剧《女强人》，踏入演艺圈。1998年主演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获得广泛关注。